偶像出轨令你信心动摇 ，Come on， 边个叫你咁易信人啫？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翻到嚟耶鲁闲，因为同大家讲耶稣、讲老人家，同讲啲消闲娱乐嘢嘅频道。我系 Raymond 啊。话说咧，我有睇呢个即系基督教今日报啦。咁咧，佢咧就有一篇文章咧，个主题咧就系、是、日本女星出轨引蛙言，为何会分外找外，再婚者如何维持婚姻甘甜啦？下面嗰啲即係點解會有婚外情啊？點樣維係關係嗰啲？今日就唔係我想講嘅嘢。即係我係睇到日本女星出軌引蛙言，其實有咩好蛙言呢？點解會令人覺得失望呢？而另一樣嘢就係點解你會對佢哋有期望呢？咁其實呢樣嘢就唔淨止喺日本發生嘅。不過呢，既然講起啲日本妹呢，咁我又分享一下，即係我自己呢，其實廣末涼子咧就即係我唔係話佢唔好，不過咧就真係唔係我杯茶嚟嘅。咁即係嗱，可能而家有啲相對年輕少少嘅聽眾就會話：喂，呢啲阿毛你都中意，你都拿嚟講，咁人哋都有後生過，邊個冇風光過啊？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我自己就唔係特別中意廣末涼子嘅啫。我真係第一個我覺得好靚、我好中意嘅日本女星咧，其實係再比佢大三兩年，就係酒井法子啦。點我第一次接觸酒井法子呢，就係嗰陣時抽 Yes 卡咧，無啦啦抽到個日本妹就是酒井法子。但其實我係唔知咩人嚟，咁我嗰陣時開始留意佢嘅新聞啦。嗰一張 Yes 卡入面就特別靚嘅啫。咁但後嚟呢，即係我諗嗰段時間應該係小學四五年級左右啦。咁啊有個教會嘅類似大哥哥嘅物體啦，就冇嘢搞啊，同我哋兩三條僆仔就行信和咧。嗰時信和仲有啲明星相賣嘅，咁啲兩蚊定三蚊張咁樣咧。哇！見到一張酒井法子嘅相咧，佢嘅笑容咧，嗱唔係呢張啊，豆。我找不回他的笑容呢，是即是那个大哥哥的形容呢，哇这张相摆在银包一打开望下去啊，全日翻学都会好精神啊，咁样即是他这样讲，但我都认同呢，真的甜到漏啊，咁但就我找不回那张相啦，咁总唔知就是第一个令我觉得好靓好正的日本妹就是酒井法子啦，咁嗱佢绝对唔係行性感路線㗎，一啲都唔裸露㗎。不過我承認自此之後咧，就越嚟越即係睇嗰啲日本妹咧，越嚟越性感，就越嚟越裸露啦。咁呢個都唔係重點。嗱，但除咗日本妹之外咧，其實即係我淨係我哋講我哋香港嘅藝人啦、娛樂圈啦，都成日咧都有陣時就會話：喂，佢出軌啊，佢離婚啊，佢哋分手啊，令大家好失望嘅。例如即係方力申同 Steffi 嗰陣時嗌分手咧，就話童話幻滅啦，但我又即係可能，但我由到尾都唔明點解佢哋會係童話啦，係咪？即係令人對愛情失去信心啊！嗰陣時啲報道話係咪？咁跟住就係許志安、鄭秀文咁樣又話，當年就話金童玉女啦，咁後嚟分手覺得可惜啦，大家就硬係想佢哋復合啦。結果復合完之後，咁許志安搞啲咩出嚟啊？咁大家都知啦，係咪？咁其實真係令我會感到有啲即係 surprise 嘅咧，咁咧反而唔係香港嘅，就係 Black Pete 同埋 Angelina 呢一對咧。嗰陣時佢哋嗌離婚咧，我係真係有啲 surprise。點解呢？即係你諗下呢個世界上面幾難咧，揾到一個人咧，又中意生仔，又中意湊仔，生唔切咧，仲要中意走去領養小朋友嘅，一個都難揾啦。仲有兩個啱啱好一男一女，俾佢哋遇到仲要結埋婚，我真係覺得呢啲叫天造地設啦。咁但係最後都係分開咗。咁即係嗰一刻我睇新聞就，哇！我就真係話咗聲。咁啊呢啲嘅話咧，我覺得即係都娛樂圈啲藝人，其實我哋本身唔識佢哋噶嘛。即係我哋對佢哋冇了解冇認知，我哋知道嘅只不過係佢哋嘅形象啫。咁我哋都如果都會覺得失望，我哋都會覺得有啲被騙嘅感覺咯。我唔知係咪啦，即係我自己冇乜呢個感覺啦。咁如果教會裏面發生咧，有一個弟兄咁樣出軌也好啊，或者任何嘢令你做咗啲嘢令你好失望嗰啲，即係佢平時行出嚟個形象一個好弟兄絕種好男人啊，可能係感情方面啊，或者錢銀方面啊，任何嘢令你好失望，會唔會令你又感到受到傷害呢？咁唔止弟兄啦，咁我再講極端啲，如果一個傳道人離婚，傳道人啊牧師出軌，即係牧師賴啲咩大鑊嘢，又會唔會更加之令你傷害呢？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，即係嗱，其實你幻想，即係我唔知你有冇經歷過喺教會裏面見過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啦。咁我教會又當然係經歷過，即係我身邊都有人係有咁嘅情況啦。咁其實咧，呢一個人啊，無論係一個弟兄也好，其實唔應該淨係講弟兄嘅，即係我用一個男性角度講嘅，女性都有可能會噶嘛，係嘛？一個牧師也好，其實佢喺出軌前，佢喺賴大鑊嘢之前，其實你都係冇預過佢會出軌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佢未賴一鑊大鑊嘢之前，你都覺得佢一個好弟兄，佢都係好神聖，佢都係好聖潔噶嘛，佢一日唔出事。
一日其實你係唔預佢出事噶嘛，即係我就俾人預咗我出事好多年，而我暫時未出過事啊，係咪？咁而係絕大部分出事嘅人係你出事前你係唔預佢會出事噶嘛？呢一個預計，譬如預計一個好弟兄或者預計一個牧者唔會出事，其實係咩一個健康嘅諗法呢？聖經都有講嘅喎，以弗所書五章十六節要愛惜光陰，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。嗱，一定會有人話我斷章取義，其實我真係斷章取義，因為呢卷書唔係講呢樣嘢。咁但係起碼佢形容呢個世代係邪惡噶嘛。如果大家有睇過下聖經嘅，點都對呢個世代裏面係有啲戒心啦。咁我哋人咪就係活喺呢個世代裏面咯。即係所以如果你話有個弟兄有婚外情，有個牧師食咗個會眾點點，係咪唔值得失望呢？絕對唔係，我唔係為佢哋找藉口，係絕對值得失望嘅。我哋係應該對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有期望，係應該對我哋嘅牧者咁都有期望嘅。如果佢哋做咗啲嘢令我哋失望，我哋係真係值得失望。但係失望還失望喎，即係我哋係唔應該感到絕望嘅。我就係其中一個咧，從來唔會食女 fans 嘅一個人啊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冇女 fans 啊嘛。如果有女 fans， 你估我唔會食咩？即係所以其實試探係不斷存在嘅。點解？因為現今嘅世代係邪惡噶嘛。邪惡嘅世代就梗係有試探啦。冇試探冇引誘嘅世代就係一個完美天堂烏托邦嘅世代，咁而家係咪唔係啊嘛？威文你咁樣講，即係冇信任啦。教會講信任嘅喎，我哋信主係咪先？信任主，主來信任啲弟兄姊妹，信任啲傳道人，信任個教會。你咁樣講到咁邪惡嘅，我呢個又有戒心，嗰、那個又防備，邊有信任啊？係咪？嗱，其實我個人認為咧，信任係一定要嘅。咁但係信任咧，其實係雙面刃嚟嘅。我揾唔到一張圖咧，點咪叫雙面刃啊？即係兩邊刀咧都戒到嘅，通常多一邊嘅啫嘛。係咪兩即係兩邊都可以戒到叫雙面刃咧？其實劍咪就係咯，咁咪揾古惑的槍，兩邊到頭都可以射到，就叫做雙面刃啦。點為之雙面刃呢？我會覺得OK 啦，即係我哋翻到嚟教會，我哋係一個即係唔值得信任嘅環境，可能我哋家庭嘅環境有啲嘅傷害，我哋唔信任家庭環境，或者我哋工作嘅時候，我哋冇一啲好信任嘅夥伴，翻到嚟諗住揾到一份信任，翻到嚟揾到一班同行者咁樣。但係呢啲信任如果處理得唔好，攞唔到個平衡咧，其實係有機會造成更大嘅傷害嘅。嗱，我就用感情為例啦，我當一個姊妹好好嘅弟兄，或者一個好好嘅傳道人咁樣，咁當然你係會對佢有啲嘅信任啦。你唔通見到我呢啲即係眉尖眼窄冇嚟貴格嘅，你會信任我咩？我完全明白嘅，你點諗啦？係咪？咁 OK， 你信任佢啦。有陣時工作唔開心，有啲失意咁樣，咁啊揾佢 WhatsApp 兩句，呻兩句啦，係咪？咁信得多啦，我信任佢啊嘛。其實好多陷阱啊，通常都係一步一步嚟嘅。咁頭先都講啦，即係你 WhatsApp 信任佢，咁傾多兩句，咁不如即係真係好唔開心，我啲心事喎，真係約出嚟見面，約出嚟見面唔緊要嘅，光明正大，我哋約翻教會裏邊揾間班房兩個人嘅，或者揾間輔導房兩個人傾下，個姊妹就揾個弟兄傾心事去輔導佢，傾下傾下，你知啦，教會嚟噶嘛，你估夜總會咩？唔會開到好夜噶，個姊妹好多故事要講啊！有陣時教會八點零到尾九點零鐘就要閂門，但係唔夠傾。咁下次約出嚟揾間餐廳傾，餐廳都大庭廣眾嘅係咪？咁一路食嘢傾偈，一路食嘢傾偈輔導啊！就算個姊妹明知嗰個弟兄咧係有女朋友嘅或者有太太嘅，都揾佢傾心事。點解啊？信任啊嘛！佢太太都知道我喺度噶，佢太太都一齊翻教會冇問題噶。咁又食食下飯，傾下傾下，喂！餐廳都打烊咯，有陣時咧，即係餐廳多人又唔係好方便，同埋有陣時又食嘢咗啦。咁下次出嚟再傾完偈之後咧，個弟兄好 gentleman， 個牧者好 gentleman， 因為一個好弟兄嚟噶嘛。咁啊車個姊妹翻屋企啦，一路車又繼續傾心事啦。咁傾下傾下嘅時候咧，去到姊妹屋企樓下啦，未傾完啦，喺個車裏邊咧繼續傾多陣，繼續傾多陣啊。啊咁啊再送個姊妹翻屋企，到下次再出嚟啦，又食完餐飯又送個姊妹翻屋企，又去到個姊妹屋企樓下又傾多陣。都系未傾完個姊妹個心事，咁啊車去第二度再傾啦，咁啊傾下傾下，咁可能去啲再靜啲嘅地方，例如去下海邊啊，即係或者上到飛鵝山啊咁樣，咁呢啲嘅即係你係最初係出於信任嘅，我或者應該咁講，當然我唔排除有啲人咧係可能主心不良，立心係做一啲唔好嘅，但係就算嗰個好好嘅弟兄或者一個好好嘅牧師，佢唔係咁諗，佢好單純，真係想同個姊妹傾心事都好，一步一步一步越去越靜，越去越單獨，越去越私隱嘅時候，佢可能去到飛鵝山本身都係好純潔，本身都真係想為個姊妹好，會唔會去到飛鵝山開始有啲試探呢？
而这个姊妹又傻猪猪咁咁信呢个牧者，咁信呢个好弟兄，那个好弟兄又有少少试探嘅时候，会唔会不幸嘅嘢就咁发生咗咧？咁样，即系其实唔单止系出轨嘅、哦。即系唔单止系呢啲婚外情嘅嘢嘅，即系其实教会里面有好多时候，喂钱银咁样，喂钱银都可以好令到人哋好失望嘅。咁个例子啦，咁可能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嘅就系、是、小组或者教会咁多少有啲钱去营运去运作嘅。你成间教会咁大嘅钱，我就唔识去讲啦。咁但系小组里面有阵时候有啲行政嘅费用、个活动嘅开支啊，大家要夹钱嘅。好简单啫嘛，大家工作香港地个生活都繁忙，个个都攰，个个都。想出嚟玩之餘又唔想理，最好有個人幫你搞曬好，咁點啊？咪將錢咪集中曬一個人嗰度咯。咁最初嗰個人咧，可能都係為大家好啊，為阿公謀福利啊，同有隻諗地方同大家開小組啊，飲飲食食啊，但嚿錢擺咗佢度啊嘛。咁有陣時叫起手一百幾十唔夠散紙咁樣，啱啱嚿錢袋住喺個背囊度，有個信封入住一千幾百，哎呀攞出嚟用住先，諗住之後侵翻入去嘅，唔記得侵咗一次係咁，兩次係咁，唔覺意慢慢會唔會對佢造成啲試探咧？咁樣我覺得絕對係有機會喎，呢啲一定喺我曾經嘅小組生活裏面發生過。咁跟住啦，即係你話教會權力咁樣，可能你話喂傳道人好大權力喎、哦。傳道人做啲嘢唔 OK 喎，咁樣令到我哋好失望喎。有冇咁嘅事情發生過咧？我自己身邊嘅朋友有，我自己教會裏面發生過，教會以外我亦都聽過。咁首先，我覺得如果個傳道人好大權力，但係佢做嘅嘢全部大家都好 buy， 全部都合乎聖經真理，咁冇嘢啦，咁冇問題。而家講嘅就係個傳道人好大權力，但你又發覺佢做啲嘢唔係好對路啊嘛，係咪先？而呢個先至係問題啊嘛。好啦，咁但係權力係邊個俾佢啊？權力都係一班會友俾佢嘅啫，係咪一班會友掰佢？最初掰佢，覺得呢個牧者做嘅嘢 OK， 咁啊由佢繼續做，由佢繼續做，做下做下先發覺唔對路，咁啊死得人啦。通常有陣時好難翻轉頭，或者好難 stop 佢，或者好難削佢權，就喺呢啲位嗰度發生啦。咁但係點解一開頭大家會覺得呢個牧者做嘅嘢都係啱，或者大家都覺得？佢做嘅嘢冇問題，後嚟先發覺有問題，會唔會係其實一開頭已經有問題，但係大家冇去留心，或者大家根本分辨唔到佢有問題呢？咁點樣可以分辨到有冇問題呢？咪睇下聖經咯，你咪睇到佢，你睇到啲聖經，你知道真理係點，咁你就會容易知道，喂，個牧者做嘅嘢同本聖經好似有啲出入喎。咁唔係話你一有出入，你就要即刻質疑個牧者，而可以問佢啊，牧師啊，嗱，我見你咁樣做啦，但係聖經咁樣講嘅，你係咪有其他諗法啊？你係咪有其他即係大家可以傾下？我哋可以好謙卑、好 humble 咁去傾、去了解，即係始終人哋都係牧者，始終人哋係領袖，識嘅嘢比我哋多，經驗比我哋豐富。咁可能佢有另一個角度睇，原來咁樣先係合乎真理。可能我有啲盲點咧，係咪？咁但係調翻轉頭，喂，間教會裏邊，你老闆個個都唔睇聖經，個個唔熟書嘅，唔知真理係點嘅。咁你點樣分辨到嗰個牧師、嗰個牧者、嗰個領袖做嘅啱唔啱、合唔合乎真理先？到你發現唔對路嘅時候啊，佢都已經唔對路，直頭歪 Q 咗，即係唔係行歪一少少啊，係直頭360咁兜拉咗個大彎啦。到時真係翻唔到轉頭。咁所以其實可能教會裏面有啲人，你話普通嘅平信徒好、領袖好、牧師好，做一啲令我哋失望，係絕對有可能發生嘅。但係我哋有冇可能有責任啊？有。我講感情咁樣，如果即係唔會係過分嘅信任性別或者孤男寡女嗰種嘅自制能力。唔會過分信任咗某一個人嘅定力嘅時候，有機會避免咗啲唔開心嘅嘢。錢銀嘅話，其實我頭先講過，即係大家想出嚟開小組，大家想出嚟玩，出嚟飲飲食食，但係又唔願意落水去睇嘅。喂，咁將所有嘢集中埋喺同一個人嗰度，咪造成一個試探咯。其實如果呢啲嘅錢銀嘅嘢，可以多一兩個人會睇到盤數嘅，多一兩個人可以參與多少少嘅時候，其實都係避免咗一啲誤會，避免咗一啲混亂發生嘅。咁頭先講個權力，即係教會嗰啲權力，即係牧師做嘅嘢同真理唔配合啊，同信仰個教導好似有啲出入啊，教會越走越歪啊。你一開頭啊，咪睇多啲聖經，你了解真理，咁咪。即係你有啲咩可以即刻出聲嘅時候，人哋想走歪都冇咁容易走歪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就算我都想講，人算啊不如天算嘅。就算我哋做咗好多嘢，好清醒、好清晰，應該係可以避免到試探，應該可以避免到人走歪，避免咗一啲令我哋唔開心嘅發生。但係有陣時都真係有機會咧，我哋盡咗好大力咧，都會有啲唔開心嘅發生嘅。咁但係就算係咁都好，我哋係可以失望。
但是不可以绝望，因为我们知道令我们失望的是教会里面的人，令我们失望的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领袖、一些传道人，或者你身边的组员有什么都好，甚至乎教会本身很多东西都有机会令我们失望。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从来都没有令我们失望，我们要对他有信心。至于那些教会的建筑物、啊、人事关系、啊、即是人的权力、啊、情欲、啊、金钱、啊、那些真的觉得不 OK 的，提出看看有没有可以吞下，吞了提出了想吞，吞不到没得救，转教会咯，走咯，即天大地大，是吗？总有你追求信仰的一个好地方的，希望大家都找到这个好地方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片就去到这里了，喜欢记住赞好留言分享和订阅频道，一会儿就有读经的时间，希望大家留下一起跟我一起读经，好了，拜拜。多谢你们留下一起读经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一至十六节，找到的我们一起读了，预备起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神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。任是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叛逆之子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，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好了，多谢大家同我一起读经，记住帮我赞好留言分享和订阅频道，我希望尽